大家好，我是黄亚莲，是公司技术研发部部长，我负责公司技术体系的运行与监督。工作要求我必须实施严谨细致。记得我刚进公司，生产监督、分门别类、技术研发、审定审报，每一个流程我都全力以赴去熟悉去探索，只为给客户带来最完美的产品。整个技术团队非常给力，这次专业才认证告销，我们和车间部门完美配合，不断革新生产技术，优化了产品生产与定制流程，助推公司向成为集客钢管全能服务商不断迈进。如今公司拥有实用性专利74项，发明专利2项，这背后是研发部门每一位同事的殷切付出。观念决定思路，思路决定出路，只有不断创新才能让公司研发实力得到提升，从而赢得市场。